装其实不需要接触，要懂。你要学到，不要接触。没有，是你之前不要吃饭，吃饭啊？现在看得懂，听得懂吗？都是睡在里面追睡的。这个就一念之间，你做的太慢，你的很多动作在做，有意在做，有意在做，其实就是没有无意在做。所以现在来讲，不是光道家所无为，其实佛家跟道家都是要的。都是有在谈恋爱时发现你有所为就没有他们要钱，你想想看，你最近拿走钱这样段时间都是有的，都是有些不是很简单，是很多都懂啊，无为不所，无所不为啊，无所不为就难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刚刚说我无为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到我做什么？我无所不为。为什么无所不为？我可以让他向后倒，我也可以让他左边倒，我也可以往他右边倒，是不是无所不为？啊，以前的时候无为，无为就不做了，哪有什么？是无为的怎么做？就是我自己做好。哎，我是无为的状态，我没有什么动，什么事情让我不能做到。这样比较解释。